欢迎大家来到黄崇吴夜场。话说呢，台股在这个所谓九千上下盘旋几天之后，终于往下退了啊。那么记得吗？前两天我才告诉大家，标题上头也写着哈，关于这个九千的一个盘旋，不进则退。那请问这句话讲起来有非常厉害吗？哈，说起来这只是一个逻辑问题而已嘛哈。如果它能进，那你就继续往前进啊。如果你不能往前进，那么呢，不进则退，成语是这个样子讲的哈。我前两天也讲了哈，这不是说这句话本身有多么行哈，而是在让你明白，如果它要进，它要一路往前进，所谓大家认为的 V 型，请问可以进到什么地方去？那相对呢？照理讲，在这个地方应该往后退啊，退到什么地方去？你心里头、心中必须有一把尺，那个才是重点了哈。假使说他真的呢，不回头，他还要往前进啊，那种情况之下啊、在昨天呢哈，来看到这个。这个是昨天到9046还没真的回哈，那昨天同时节目当中呢，我秀出周 K 线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只有看上面而已啦，你必须看下面啦。要是你还要继续往前进，那来看一下下面，下面是个加破零轨道，加破零轨道。那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在哪里哈？你看到现在跟之前有何不同？破零轨道现在跟之前大概这么一整年来到底有何不同？之前一整年来那个通通叫做什么？叫做所谓上山的行进啊，上山的行进。那现在情况呢？你必须要怀疑，它已经开始要下山了，已经开始中期走势变成转成下山的一个行进。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来看到，哎呀，啊，股市孙子兵法八物与九地，在这本讲义当中啊，开宗明义讲的第一篇在说什么呢？来 ，here。股市孙子兵法，四军十三路，楚山之军与布林轨道哈。那么把孙子兵法结合一下布林轨道，这里头讲到了哈，典型的上山之带状，价格处于上扬的中线与上线之间运行。嗯哼，来上山的行进有没有？价格处于哪里？上扬的中线跟上线之间一直都是，一直都是到之前9593之前，当然通通是，通通是。那不过呢，再来。看到哈，反之啦，下山之带状则处于下滑的中线与下线之间运行。请问一下，中线是不是下滑了？是，中线开始下滑了，中线下滑了，下线在这里，下线在这里，下山的行进价格要处于哪里？价格要处于哪里？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说要定一个操作策略，那应该怎么样？来看到哈。定定操作策略的话，前者就所谓上山的行进，以采中线之多方买进，打回到中线这个地方应该要做买进；相对的后者，以采中线，当它反弹到中线的时候，应该采行空方卖出。理解了吧？嗯，出自于哪里？楚山之军与布林轨道，这里故事孙子兵法八物与九地，在讲义当中第一篇就有了哈。好 ，OK， 所以呢。我心里头一个想法嘛，你要是呢就是不往后退，你要一路往前进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我不是讲了一点吗？啊，原本你要期待着给他拉回，还要做多，还要怎么样，你通通不拉回，你都不回头，算了，我就不做多，对不对？干脆我等着上面做空，等着上面做空，是不是啊？所谓的上面呢，这里头就有个谱啦。如果它已经有所谓上山的行进变成下山的行进，那你继续往前进，进到什么地方去？嗯哼，并不是跟你讲，刚好哪天如果真的到中线那个地方，刚好绝对肯定就是最完美的空点。我没有这个样子告诉你了哈，毕竟呢，招式是死的，股价是活的。但是我让你明白，定定策略的道理在哪里？那所谓股市孙子兵法，定定策略的方法在哪里？心里头你起码有个轮廓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所以呢。在我心里头所想的一个情况，并不是说你们在这个地方赌它呢，那一定呢啊，像多头赌的就是一路往前进，所谓的 V 型嘛。那空头是不是要赌的说呢，它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拉回 ？No， 你心里头可以有两种版本都没关系，涨到哪里我做空，你要是拉回回到哪里，我还可以翻多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定定两种版本嘛。包括像我们在讲到哈，那个史上最强的哈，所谓美股，美股够厉害的啊。我们如果叫做反弹，美股呢，人家都已经创新高了。那昨天不是讲到一件事吗？我说之前呢、啊，才有朋友在讲，在问我说，到底呢那个道琼指数是不是菱形顶
啊，不管你的想象力多么丰富啊，结果人家呢，人家都已经突破创新高情况之下，它肯定不是菱形顶了。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不是菱形顶，你可以有两种版本啊。啊，它不是菱形顶的话，代表一切通通安全了吗？那不是，那种情况下，它既然可以再创高，既然可以再创高，另一种版本，如果你是站在空方，你站在空方的一个思维，然后想象有一天可能美股还要来个大跌，不管那个是不是就要崩盘了、啊，啊，那种情况之下，另外一种版本，除了菱形顶之外，可以想到什么？这个东西吗？道琼不是创高了吗？创高了吗？啊，创高的情况之下，哎呦，人家叫做三角收敛，那他现在这种情况呢？不是说三角扩张，扩张三角这种情况来讲的话，西方一句话，扩张三角终须跌啊。虽然我怀疑那一个呢论点的一个正当性啊，但是呢，相对涨幅累积那么高档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形呢，有它成为凶兆的成因在。小心小心，这个是该小心啊，怎样去小心？那比方说呢，拉高高到哪里来，看到放大来看哦，上面这两个点哈、啊、往上切，那到了没？还没到啊，这个是昨天嘛哈、啊、那这个是昨天节目当中了啊，结果人家昨天晚上还涨更高，道琼还涨更高啊，啊没关系哈、啊、涨更高高到哪里去，哎呦，高到这里了，高到这里了，放大一点来看，顶到了吗？好像还差一点点啊，能不能直接干脆把它穿过？如果有办法直接再穿过它的话，我真的是佩服它，我真的是佩服它，是不是啊？要是穿不过的情况出现哈，奉劝你就必须打三个惊叹哈，嗯，这个呢叫做什么？来，昨天传真里头我就跟会员探讨到了哈，扩张三角终须跌吗？往往有其被视之为凶兆的成因。结果我这么一讲，你晓得吗？有一位会员呢、啊，跟我很熟。这个会员跟我讲，哎，崇哥，我前两天已经看到有人在提出这个论点了。在我之前啊，我昨天写的这篇，前两天已经有人啊在提出所谓美股道琼扩张三角。我听到之后当然不是生气了啊，我第一句话回我这个会员，这么主张这个人高干。这个人高干，哎，不管说你的想象对与不对啦，这个人肯定有学问，而、哦、这个人高干呐、啊。然后我好奇，我问他，哎，请问是哪位老师？哪位老师主张？我哎，不是呢，他不是这个投顾老师呢，啊，不是投顾老师，哦，他呢，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么一位仁兄做这样主张，我跟他讲，那就对了，啊，不然我还好奇哪一位投顾老师那么高干呐、啊？会想到扩张三角啊，啊，结果不是啊。其实我总相信，在这市场当中，不是台面上的人物，但是真的有高手在，他的程度可以比台面上大部分的老师来得还要好。嗯，这个家伙厉害厉害，嗯，扩张三角啊，如果就是没有办法过的话。偏偏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正式做穿越，打三个惊叹号哦，打三个惊叹号哦，好不好？那，嗯哼，这个有时候呢，听到虽然我不认识的哈，但是呢，听到说有这样的人，那根本来讲好像啊，不要讲说英雄所见略同了哈，他不见得成立了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。想起有时候心里头觉得很高兴，然后真的觉得很高兴啊，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了哈、哦。好 ，OK， 没有关系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啊，回到台股身上啊，台股呢啊，反正所谓的不进则退啊，反正已经退了嘛。美股你还没退，但台股退了，台股退了啊，对不对？看到啊，退退退啊，9046没退到哪里了，退到8887而已，退到8887而已嘛。那刚刚讲了，如果你不退，你要一路往前进，那往前进进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干脆呢，我站在高岗上，整的呢，啊来给你反向应对。那那一个东西，我做比方一个参考地方在哪里？周 K 布林轨道，刚教你了哈。那话说回来，那你现在往后退啊退啊退到哪里？退到破底吗？在我认知上来讲的话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不会了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未来都不会哦，哪一天有朝一日，不管你这一波弹多高，回下来之后。要不要破底？当然要啊，当然要啊！
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任何事了，但我愿意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我的态度了哈。不过现阶段眼前退下来，当然不会破底，当然不会破底啊，不会破底的话，欸，那要看什么？要看布林轨道吗？啊，如果单单这一点的话，退到什么地方？这一点呢，眼前布林轨道呢，那恐怕没有办法提供太多参考。那你要运用什么？运用其他的方式了，看 K 线，还有呢，半对数运算，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呢，对我们来讲，心里头早有负案了，早有负案了。你往前进，进到什么地方去？刚刚你心里头有谱了哈，我给你点破了哈。那如果往下退，往后退，退到什么地方？之前已经跟我的会员啊，已经验算过，已经验算过，在等着他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在我认知里头呢，要一路往前进，这个几率本来就不是最大的。你真的当他是危险吗？拜托，到选前时间还多的是呢，现在才11月上旬而已啊，现在一下子玩完了，后面还要玩什么东西呢？所以中间还有转折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推到哪里去？我已经跟会员呢，啊，其实都计算过了。大盘这个最新转折哦，大盘本有负案，推到哪？本来就有负案了，啊，版本不见得只有一个。我告诉会员嘛，浅则推到哪里，深则推到哪里，可以两种版本啊，浅的情况，深的情况。还有呢，再来第二句，看到标题，除了胜券在握，兵带翻多股啊，对，除了胜券在握，胜券在握什么意思？胜券在握指着这个券就融券啊，融券放空个股啊，你们还抱在手上是因为怎样？因为结果还没赚钱，因为被嘎，所以还抱着等着解套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不然会怎么写着胜券呢？胜券代表呢，本来就是赚的，这空单本来就赚的。胜券在握啊，同时还可以等待什么？翻多个股在哪里？那荧幕上刚好写着了，这个股价来讲有没有那个可以破底翻的？大盘而言，现阶段我不看待它下来还会所谓破底，达到第二次低脚。哎，那个是之前曾经的如意算盘呐，啊，那个已经在之前过去了。现在来讲的话，不需要等待它大盘指数下来破底，那股价有没有可能有破底的呢？大盘指数不破底，股价不要破底。有股价现在已经破底了，有股价现在已经破底了。比方说呢，昨天不是公布吗？太阳能里头冒底，那结果呢？这个一公布出来，第三季业绩亏损了。那说起来的话，等到现在累积前三季合计起来呢，就亏了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于是乎股价一波比一波低，到现在347已经跌破前底35.15了，这个不是破底了吗？那破底的情况下，有没有可能破底翻？有没有可能破底翻？啊，这个不是凭谁讲了啊，不懂半天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。你看到这个东西只是日 K 线，只是日 K 线啊。那么日 K 线你知道它怎么下来的？这个之前500年前就讲过了啊，疑似菱形顶，又是菱形顶了，一颗要命的钻石，那是过去式了啊。来，你可以看到周 K 线里头，来，这个周 K 线冒底，当初怎么起来的啊？头肩底好漂亮，后来呢，一颗要命的钻石往下追。好，现在都已经破底了嘛，破到什么地方去？那干脆啦，全波性总修正。嗯哼，来，昨天呢有提起，但是没有时间算了哈。那你自己可有工程用计算机？你自己可会算呢？啊，你有没有算出来啊？算出来之后到底在哪里呢？来看一下。哎，拜托，我差很贼哈，马上就 OK 好不好？来，一个数字出来了，多少？32.3，是守住吗？32.3好不好？这个算当然是最右防线哈 ，P3 等于32.3，现在破底要34.7啊，还没到哈，大概还差一根跌停板，还差一根跌停板哈。那这个样子，我荧幕上所写的有没有股价破底翻，指的是他吗？好，我可没有叫你哈，等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买了之后，他准备要给你破底翻，翻到什么地方去？半对数告诉你关卡，没告诉你答案呐、答案是我们进来判别的哈。对冒底来讲的话，说真的，对他印象还是不好，对他印象还是不好，好不好？哎，没说这个地方人家就撑不住了哈。我好意让你明白，如果真打到那里去的话，不要再喊打喊杀。但是他能不能再破底翻啊？那还是个疑问呢。哎，有人如果要把联想到说所谓太阳能呢、跟这个油价之间关系，哎，拜托，油价已经创了4年来低点，是来低点呐、是不是啊？油价为什么跌到那么低？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一出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者，我就在假日公益节目《全方位理财家》，每个假日礼拜六、礼拜天中午十二点半跟大家讲过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是连中东沙地阿拉伯呢，增产石油来竞价，准备要让它跌到哪里去？你心里头有没有谱？如果油价真要跌，可以跌到哪里去？涉及到中东以及美国开采页岩油，业者他们成本不相同。这个礼拜啦，全方位理财家，到时候锁定收看啊。至于这个公益节目，自己好好看哈。好 ，OK， 回过头来看到帽底第三关32.3哈。说起来之前这个低点，这里之前的低点呐、35块附近啊就没有对准嘛。啊，要是在之前对比较准是谁？之前对比较准的，说起来是新日光。新日光，新日光怎么对准的方式呢？来，一个东西的，你看到哈？新日光在当时我跟你计算过，当时我就计算了哈，你计算这一个先阶段性线性轨道 18.35 到 44.8 给它回档下来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在它打到最低点当天，新日光打到最低之前啊，那一波最低点当天我曾经算给你看过，嗯哼，那个真的是非常巧合，非常巧合。忠实的观众们看我节目多做笔记，你一定记得啦。来看到一个数目是多少？25.8。写上去没有关系。P 除以等于 25.8， 这是阶段性线性轨道计算，刚好 25.8。有没有？它现在已经破底了吗？它没破底。啊，没破底啊，要是接下来换它也破了。要破的情况，它最后防线不就跌破了吗？那个是阶段性啊，那一下子扩大背景啊，从 13.2 开始计算呢，那一下子你就要扩大背景了啊。人家那个所谓的帽底多已经是踩全部性了啊！如果说新日光也给它真的破底下来的话，你只好踩全部性。那全部性拍谁个情调呀？嗯哼，来来来，一个数目是多少？243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 P2 比较大啊，第二大关在哪里？24.3。要是它下来破25.8破底的情况之下，是用全波性第二大关的23。那我觉得那一个呢，更渴望破底班的人，请问一下，真的是新日光吗？我没这个样子讲，啊，对不对？到底太阳能的后市怎么样？最好了哈、啊，这个价是全方位理财价啊，你看一下。油价到底要跌到哪里去？好，请你投油谱，那你再来看它到底能不能破底板嘛？哈，那么这样说起来的话，来看到这一档个股有没有可能破底板？哎，看这个样子快要破底了哦，高价股啦，对不对？在之前可怕，菱形顶啊，对不对？一颗要命的钻石，在之前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单单看这要命的钻石，看起来它就真该死。看一下他名字，拜托，看到联发科你敢说他该死吗？结果菱形顶早晚往下掉，问题掉到如果接下来会不会破底啊？啊，要是破底会不会破底翻呐、啊？这个才是重点。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恢复家园时，请穿雨鞋，戴手套。先做好自我保护，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，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，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，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
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久久，健康久久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。如果说你到现在才发现联发科原来后来是一个所谓的菱形顶的话，那个都已经太迟了，太迟了哈！一大堆人都被套在这上头了。那么好的一档个股哈，所谓绩优成长股，为什么股价还会跌成这个样子呢？从五字头跌到之前看到三字头呢，对不对？来，在当时菱形顶还没成型的时候，来看到这个什么什么八月初啊，八月初周 K 线节目当中呢，我已经在怀疑了，这个是菱形顶吗？这个是菱形顶吗？大胆想象没有关系嘛哈、啊，大胆想象情况之下，反正就让我不敢去买它，对不对？当时外资还记得吗？大家纷纷调高它目标价，歌功颂德，说它多好多好，情形之下不敢买就不敢买了，怀疑它是菱形顶，怀疑到底它能不能成立？到最后你看到吗？好、啊，这个到九月下旬的时候，那、啊、所谓联发科的一个菱形顶啊，越加成立，甚至还破线下来了。这么一破，给你破到什么地方去？还记得吗？破到41，当时我计算给你看，就这个塞口循环，五波式上涨，菱形顶回档下来，第三关最后防线439。啊，结果在那个地方有撑住吗？有啊，还撑蛮久的，还撑蛮久的。嗯哼，439。是关卡支撑，来，你看到当时在这里441放大来看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，通给你撑住，撑住之后就反弹起来了，对啊。但是反弹起来的情况不代表它股价就要回升嘞。反弹起来之后，你看这样的一个空方缺口，它都没有办法越过，还没有办法越过呢。好，啊，来看这个是什么？其实说起来弱势反弹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反弹阶段性连第一关 P1。它只是接近都还过不了 P1， 它只是接近它还都过不了哈。啊，你说这样一波接一波下来多啊，请问它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来 OK， 我可以让你明白一下哈。来，这个这菱形构筑了之后，从这个527算是右肩开始下来的话，照理讲应该是几波式？五波式。那五波式下跌来看，好，527下来到41，这个是一啊哈，从这里起算嘛，一再反弹起来，弱势反弹而已，这个叫做二，好，再来往下破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就叫做三了啊。那之后你看到再来呢，一样 A B C 还在反弹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所谓的四，嗯哼，一二三四，还缺什么？还缺一个五。还缺一个五，而且你看到这里反弹是只有到第一关啊，所以弱势反弹。那这里的反弹似乎来得比较大哦，就这个阶段而言反弹比较大。有时间我们算一下嘛，随时都别忘了哈、啊，手上有一部工程用计算机哈、啊，这个半对数专用的计算机的话，一机在手，其乐无穷啊，最起码你就可以验证一下。嗯哼、嗯，一个数目是多少？440啊，告诉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所谓的 P3 就是440啦。好，440它来，第一次440，第二次442，没有正式过关斩将啊。那或许有人跟我讲，哎，聪哥，那虽然它对应半对数的一个压力关卡，不过这里一的低点是441，它来到442，那这个叫什么？14，人家应该不重叠啊，它重叠了啊，重叠它算数吗？我讲了什么？半对数独孤九式里头，现在已经融合了什么？来，融合了一个东西啊。这一边中心点透视半对数唐奥，来反过来啊，翻过来了，看到哈啊，这艾瑞特三铁律哈，第一波跟第四波高低点不能重叠，就一是不重叠。请问这个东西对个股来讲是铁律吗？不是，
不是铁律，不是铁律啊，对对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一是重叠还产生第五波的，还真有呢，还真有呢。啊，真有，如果这里还叫第五波的话，啊，第五波情况之下，第一个问题会不会破底？会不会破底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要是破底的情况之下，再来应用刚领看到另外一个铁律，我告诉你哈，那个对个股不是铁律的，但是你要如何遵守？第三波不能是最短的一波，现在第三波比第一波来得小。第三波我已经验证过了，半天是 H1 比第一波来的小。那请问一下，第五波要是第五波给它破底的话，你期待破底翻吗？你期待破底翻吗？问题是期待破底翻的人一个问题。今天好好做功课，请问一下，最大容许值，万一联发科破底，最大容许值可以跌到什么地方？第三波不能是最短的一波，如果联发科破底的话，最大容许值半对数算出来到底什么地方？明天我们再来公布答案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你知道是机会，不知道恐怕就是你的风险了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